陈仪慧写给爸妈的一封信。爸妈，永远是我们回家说的第一句话。你们永远是我们内心的依靠，我们永远爱你们。Thank you, Mom and Dad, for being such wonderful parents. 愿你们永远幸福快乐。祝天下爸妈双亲节快乐！900个祝福，爱爸妈久久。